大家好，我是易阳。单腿站桩是一种非常简单而且功效特别好的健身方法。单腿也就是单腿站立，可以使气血接近肝经的太冲、肾经的涌泉和脾经的太白，从而有效的可以调节身体的平衡，使肝、脾、肾等器官的功能迅速增强。单腿站桩非常简单，下面就来说一下具体的做法。首先自然站立，两臂举起，两手心相对，然后向后抬起一只脚，用单腿站立，两眼微闭，保持身体平衡，眼睛不要睁开，坚持站立。这时候保持身体的平衡靠的不是眼睛，是通过大脑神经对全身各个器官进行平衡调节。只要这样能够站立10秒钟，就有9大功效。第一个功效是对治疗失眠效果非常好，站桩可以把氧气输送到大脑，起到安神的作用，能够加深睡眠。第二个功效是可以降低血压，站桩的时候自然呼吸，调和气血，优化血管，有助于降血压作用。第三个功效是可以增强心肺功能，站桩可以减轻心脏负担，心肌可以得到休息，保证血液循环正常。第四个功效是可以减肥，做动作时气血加速循环，增加新陈代谢，可以起到减肥瘦身的作用，一侧做完再做另一侧。第五个功效是可以强健脾胃，强健整个消化系统，可以使肠胃蠕动加快，增强食欲。第六个功效是站桩可以预防衰老，延年益寿，站桩可以旺盛内分泌，增加细胞新陈代谢。第七个功效是站桩可以补元气，可以使身体气脉通顺，五脏六腑四肢筋脉全部贯通。第八大功效是站桩可以缓解静脉曲张，站桩的时候引血下行，可以使下肢血液循环加速，可以有效的预防缓解静脉曲张。第九大功效是可以有助于降血糖，站桩的时候可以消耗身体的血糖，有辅助降血糖的作用。单脚站桩的时间越长，功效就越好，每天坚持练习就会有收获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分享这儿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